近日，那英在歌手总决赛荣获歌王，引发热议。尽管资历深厚，但现场表现让结果存疑。非凡西亚奥伊亚的稳定发挥成为本季亮点，被网友戏称高分落榜。珍妮直指那英夺冠自取其辱，炮轰节目组玷污音乐纯粹。珍妮虽移居海外，仍对国内乐坛保持关注，此番发声展现她对音乐公正的执着。那英对争议淡然处之，坦言未预料到歌王头衔，愿承受伴随的非议。他深知自己在音乐路上的付出，以实力与态度赢得尊重。歌手节目组回应，强调音乐真实无欺，舞台瞬间见证歌手用心，观众感受与评价最为真实，反映节目价值。那英继续以歌声传递爱与力量，未来音乐之路值得期待。无论外界如何评判，他都将坚持自我，用音乐书写属于自己的传奇。在这场风波中，他以成熟与坚韧再次证明了自己的实力与魅力。对此，你怎么看呢？